素量处素将观啊，微妙智慧为体，念慧观心力量，用心安住在道，心灵在乎因海，净空妙有可爱呀、啊！数量处，大家人都知呀、啊，爱关心不尽，关修是苦，关心无常，关怀无我，这四种啊，爱定定呢，在咱的内心。辛苦呢，是一项最不干净的物件。何况呢，皮肤、肉骨啊，哪有多会受伤？那么，这所产生出来啊，迄、那个味，也是真无好味哦。所以啊。身躯是最垃圾，也是最污浊的物件，可是偌呢侪人啊，为着身躯的情欲，所以造成了偌呢侪呢人间啊家庭亲情的悲剧。但爱好好思量，心是不静气啦。心嘛，那观心不静，观受是苦。咱所看到的物件，求啊求啊，求不得啊，那都真艰苦、哦。所有日常生活不如意的代志啦，迄种的感受呢，嘛是真辛苦啊！我都明明是要安尼做，但是呢，事甲咱的心意互相违背，这种的感受真无好受啊！那么观。心是无常的，那么生住异变，现在真欢喜呀、啊！一时呀、啊，什么代志一变动啦、啊，那心的意就变了啦。常常一句话讲啊，发心容易，行心难。咱的心啊，无法度呢，常住，无法度安住，这呢，就是咱凡夫心多变化，所以变异无常。这个心啊，无法度时时安住啦，各有啊，咱。一切法就是无常啊，确实呢，凡夫颠倒啊，甲无常啊，以为是常，唔知影讲，包括大乾坤天地之间呐、啊，都有无常的法啦、啊，所以三理四常。咱应该爱真清楚，这是修行啊！咱时时定甲大家人提起，所以啊，数量处数将观啊，咱来时时好好向家己的自心好好观想吼，啊，时时呢爱念。一念心嘛，所以这念心嘛是微妙啊，真微妙，
微妙智慧为体，智慧迄个实体啦，那就是真如本性啊，伊是常住无生无灭啦，永恒永恒。可惜是咱凡夫啊，也无法度呢，安尼回归到咱真如本性的实体来，所以咱必定要用正面啊，思念处事中观，咱来念念在主，所以念慧观心，用智慧来观咱的心，这个的力量啊，才有法度呢。铺平了人间的地，先铺平，才会当交接到咱的菩提道。所以，咱爱用咱的心力，爱身体力行，发在心嘛，行如法啦。安尼呢，念慧观心的力量。咱爱用心，时时用心啊，安住在道，安住在咱修行的菩提道中。其实咱人人心灵在乎因海，真空妙有高海呀、啊，就亲像这回啊，菲律宾。这杜鲁湾这个所在，这么这严重的灾难，主持人及时入去，发挥了人人慈悲智慧的力量，有一位年轻人写一张批，感恩主持一旦这么这么多人啊，来安定他们的生活，把他们这个地区啊，在短时间的内底，已经把他摒扫得这么这么干净，同时呢，开发了他们的希望，他们的爱心，还有啊，在一个中学，那就是啊，兴华中学，这是咱主持人第一个点呢，去甲伊做摒扫，以工代赈啊，甲伊带起来吼。其中啊，有九位老师，因虽然准备要复学啦，因呢就捐出了因迄个零用钱。在那个德公啊，其中一位老师呢，安娜，这位老师代表这九位的老师，把这个德堂啊，都提来给主持。除了呢，钱提来捐啊，搁再呢，提起了麦克风哦，来控音机啊，伊都提来向大家人啊，安尼讲啊。竹筒岁月，由这位老师呢，家己主动要甲大家人介绍这竹节的起因，吼、哦，那是从五角银开始，甲这个故事，甲伊的乡亲讲啊，了后呢，底下发愿，发愿讲，伊将来，伊呢。要投入组织，做一个团法的人，伊毋是讲志工哦，他就是做团法的人，要甲这个竹筒岁月啊，这五角银的故事啊，会当呢变成了现在呢，会当安尼伫普天之下地球上呢。国际间啊，伫咧救济，想
这敢毋就是心灵在乎呢？因迄个精气啊，因海那真空妙有啊！人生虽然是无常啊，世代不掉啊，何况呢？毋知是虾米时阵，随时都会变动。菲律宾呢，受到遮尔遮大的灾难，确实呢，凝聚了大家人的爱心嘛，力量呢带动起来，这个因吼，那就会当了解呢。虽然啊，被迫害的物件有迄个妙有，那就是爱的力量啊，爱是咱真如本体啊。因为呢，这个清净的本性是光明啊，是智慧啊，是永恒啊，伊毋是无常，伊是永恒。迄份呢，长久啊，含藏着迄番无量无数的果实，迄个结果呢，拢是伫这粒因的精气内底，定定提这个因海果海，那合浦之秋，就是出一点豪芒啊。所以讲，树大长啊，累累的果实啊，这敢是真奇妙呢？千年的大树啊，伊的果实还是同款，不断累累啊，这因海因就是这么小，豪芒迄个力量，会当发挥了无量无数、无量无数呢，不可思议的力量出来。这呢，就是咱修行爱时时用心嘛，证明呐，咱。经文就是安尼讲，迄台白牛车啊，白牛啊，驾驶这台车，迄个庄严嘛，会当通载人，搁载呢，后面啊，搁真侪真侪人啊，安尼呢来侍卫吼。这呢，咱人讲过去啦，佛法只要你用心嘛，来转法轮修法，转法轮，自然会当度真侪众生，从后面呢，那前行后继呀，不断呢，安尼继承落去，这呢是爱咱爱有承担。传承这个法，所以一旦转法轮，所以下面这段文就讲啊，所以者何啊？世代中者，财富无量，种种诸种，色界穷益吼，因为这位中者伊。在乎真多真多无量啊！要何伊个？敢是干那一点嘛？尔定？唔是哦，是爱全部啦。所以，亲像佛陀啊，伊要教导众生，就是要教导人人呢，甲佛同等啊，迄个。觉醒，要予人人会当体会到，会当觉悟天地宇宙之间的真理啊！
一旦在天下间呢，这种安然自在的生活，就是众生啊，未啊，还是呢，安尼浮沉在生死海里，那也是同款呢，这种无明啊，反复复制在咧作业，这种的无明。解解掉了迄个清净的智慧，所以佛陀若要将伊的心境讲予大家人知，但是呢，境界啦，迄个根基呢差足远的啊，根本无法度了解，所以就爱开三性法。独善其身啊，了脱生死啊，也都爱了解为什么爱去了脱生死呢？还可以知影这个道理，这呢，这是声闻缘觉啦，那就是羊车、鹿车，应因的根基所需要。应因的力量会当拖的车，这呢就是佛陀的智慧吼。譬如啦，譬如世间啊的中者吼，所以啊，在世间有价值，真充足人类所需求，这位中者的财富。已经是这么正富能德国啊，天下的呢所需要价值的物件，这位中者呢拢无亏欠，而且真丰富，真正呢充裕真有够，会当普及予天下人所欲求的佛果地。佛的果地，那就是佛陀成佛了后，伊这个果性嘛，都爱有因啊。佛陀的修行的因地啊，是因海，就是迄个这么正微妙啊，迄个精致，那是真多真多有种啦。啊，都有这个核，吼、哦，那你甲看多一粒果实的内底，唔是有迄份呢，生大樟树的因地的呢，佛陀修行的过程啊，是安尼累生累世啊，粒粒的种子，那就是累生累世，伊呢？所修行的呢，迄、那个含藏的因哦，真正呢，充足迄个因呐、啊。咱这世人会当修行，是因为有缘呐、啊。过去生中，咱也是有这个因呐、啊。迄、那个因呢，引来这世人这个果啊。咱做人嘛、啊，咱阁有这个缘呢，果中带缘呐、啊，缘中带因。安尼是毋是？前世人修的因。这世人修的果，安尼就成了吗？阿未哦，咱都爱生生世世，因为佛陀伫咧修行，过去二万顶明佛啦，伊呢生生世世还是不断呢，随着佛世
不断修行，也过过去无量数啊。这呢，就是啊，伊咧讲《法华经》一开头啦，就已经呢讲出了因海过海啊，迄、那个境界。是一世人经过一世人不断啊累积这个因修行的因啊，不断累积呢，也生生世世的果实吼。那这种因果是爱长期不断累积，所以啊，譬如佛。果地吼，那已经结果啦，生活的境界啦，已经果甲地都已经呢。咱过去嘛讲菩萨十地呀，咱要成佛啦，都要经过呢十地行啊，甲最后呢，才会当到达成佛的果地。所以啊，这有价能充足人类所需求，这个大中者都亲像佛，已经呢真成熟啦，而且呢果地定这个成佛的果地啦，所以能成万行为因，你要到这个果地啦。定呢，爱行万行，这就是因万行啊。那行爱有四谛十二言六道行啊。安尼呢，咱拢爱真透彻，累行累世吼。所以啊，万行为因吼，这个果地啦，就是。爱正面爱成有这个灵性之万行为因，你爱有法度呢去付出，爱去了解人生啊苦难，然后呢去了解呢那生从何来，死何去向，到底呢咱这世人啊过去的。基本安怎写这世人的人生呢？要安怎行？那所感受到等等啊，那拢总了解了吼，咱都真甘愿呢，走入人群中去行六道啊，日常的行为要如法行中，所以啊，咱爱信佛。万行之因啊，才有法度呢成就万德的果吼，安尼呢就会当福慧圆满呐。这就是表示财富。所以这个财富无量，诸种穷益吼，那就是四谛十二言呐、啊，六道万行呐、啊，都只讲过去吼。那一切法不出于五蕴十八界等等的法，这个一切法，一切。无为法，一切有为法，有为无为法啦、啊，无不多是呢。在这个五蕴十八界，五蕴，大家人应该知，五蕴就是五蕴吼。常常在咧念嘛，五蕴皆空，那这万里颠倒妄想，这种诶。
五蕴吼，那也会用来叫做五蕴，咱这是受想行识啊，这五蕴啊，嘛是伫咱的日常生活中啊，所以五蕴十八界呀，那就是根、六根、六尘、六识啊，这个、三六十。八吼，那叫做十八界吼，那这些就是道理啦。那正面呢，六道万行，那就是行，咱都爱行啦，不断去身体力行，那回归啦，咱的宗室，第八宗室啦，就清净啊，那就立。地久心就是如来心啊，就是在咱的清净无染嘛，如来藏的内底，一切法啊，无不都是呢，在咱日常生活中哦，这呢生活呢，都是在如理中，是说呢，咱那些不顺道理啦。啊！以道理脱了轨道呢？那安尼呢？那都是复杂烦恼啊！复杂烦恼啊，所行动的呢，都是恶法。那恶呢？那就是对路啦、作业啦、苦不堪嘛。各位，学佛啊！就是爱在日常生活中安怎去付出，安怎样呢？会当达到了咱真正修行的目标，必定爱时时呢来思念处，那思如意足，思正勤，才会发啊三力四想，咱爱真清楚，才会当。真正的微妙的智慧呢，啊，为咱真如的本体，咱了解，爱念念关怀啦，伫这个心的力量呢，去付出，用心啊，安住呢，咱修行的道心啊，才会当启开了心灵的财富啊，这个经济啊，因海，才会当呢，透彻了。真空妙有迄、那个高海啊，各位学佛是简单，但是呢，也都爱有这颗心，所以人人爱时时多用心嘛、啊。